30年咧係140萬，我哋嘅房屋需要咧係好緊張咯。從最根本提升個供應，就要揾地。我哋最不滿嘅意見就係話，你講咗咁耐都冇提及我哋嘅將來去到邊度？呢4000未經批租或者撥用土地，其中有1200多公頃咧，係愛嚟做鄉村式發展，所以事實上可以發展做住宅嘅土地咧，好可能400公頃都唔夠。任何地區嘅規劃必須受下以上，從民主嘅方式去制定。我哋點解會俾人係咁樣規劃嘅咧？最後諮詢，我哋先知道，原來我哋嘅地方係冇曬嘅，咁係完全係俾你做埋一啲所謂嘅特殊工業啊，咩低密度住宅。政府計劃發展新界東北，將古洞北、粉嶺北平斜787公頃嘅土地規劃成新發展區。结果惹嚟争议声不绝。政府话唔会撤回方案，但系就答应作出修订。究竟呢一幅蓝图最终会点样规划，言之尚早。但喺呢一片土地生活咗几十年嘅一批村民，从发展规划公布一刻开始，就再无宁日。打鼓岭平斜远离市区，交通又唔方便，住喺呢一度有与世无争嘅感觉。佢嗰个挂就挂咁啲先，一个故乡咁样俾人哋突然间2个月之内话你要搬走啦，你呢度即系个感情冇晒啦，咁我哋可以接受咩？才哥屋企由阿爷嗰代开始已经住喺平斜，一转眼就70多年。平静嘅生活因为东北发展计划而出现咗变化。村民形容佢哋事前乜都唔知，忽然之间祸从天降。好多嘢我哋乜都唔系好清楚噶嘛，系咪啊？即系要有，好似攞到幅图嚟睇下，哇！原来幅图原来即系将成条村灭晒嘅，系嘛？我哋就喺呢一笪地方咯，即系呢一笪叫做特殊工业嗰度咯。方便內地嗰啲人過嚟咯，因為真係好近，佢哋過嚟真係好近。即係而家政府成日都話將我哋園區安置，園區安置，咁我哋其實呢一個先叫我哋嘅園區嘛。我哋咁多村民亦都商量過，如果佢係喺呢度起公屋或者居屋嘅，可以受益到我哋香港人嘅，我哋絕對認同呢樣嘢。打鼓嶺平斜有20條認可村落。政府今次打算徵收農地作發展用途，所以原居民住嘅村屋大部分不受影響，但係住喺屬於農地範圍嘅非原居民寮屋，日後就要遷拆。其中6條非原居民村最受影響，村民住喺度幾十年，而家全部要搬走。村民話：政府嘅規劃公佈之後，雖然到而家都未有定案，但赞成发展的原居民和他们的冲突越来越大，没了昔日的和谐。他们在不断在破坏我们的 banner， 我们就不断一跟他对抗，挂回这些。你们戒我一张我就挂3张，你戒2张我挂6张。我们非原居民和原居民都是小小一起开始玩大的了，同埋一个村校的。今次呢個規劃之後，大家可以分化咗，令到大家嘅矛盾加深咗。原居民係要賣地或者贊成規劃發展，我理解嘅。喺經濟角度嚟講，佢係合理嘅。但係就喺我講咧，就係話你將我上一代、我父親同埋我媽將呢間屋每一磚每一瓦用血同埋汗去建成嘅屋，而家你政府要將我剷平，我係絕對唔可以接受。平斜属打鼓岭区，邻近边境，隔离就是深圳。按政府的规划，这个区将来会发展成特殊工业区，
和低密度住宅。他制完諮詢的時候，他就做了一件事，就是將這個規劃，即是打滾規劃，就變了了，就變了它叫住宅又有，就業又有，整個規劃呢，我們看到是一個好像一個市鎮一樣的。啊，我們覺得呢是符合到我們那個第一次給意見政府的想法咯。受影響的村民一直說事前沒有聽過自己條村劃入發展區，但是相關的鄉事委員會承認由2008年開始他們一直有給意見政府。即如果你說原居民，一定贊成，因為他們是業權人，我覺得這件事就有些不很合理的說法，因為又不是我自己想買的，是政府收的嘛，這個一定是個犧牲啦。那個利益在哪裡呢？就是2030年呢，如果這裡真的落成的話，它有一個社區的設計，有一個就業的地方，那未來他們的下一代或者再下一代都可以在這裡享用嘛。鄉村中他們有些地方是根本就是在這條村裡面的，就是叫 V 中地裡面的。林金貴承認整個發展計劃原居民普遍受惠，受影響最大的是非原居民，他們在諮詢架構裡面根本就沒有任何代表。這些是叫做寮屋啦，有些寮屋我們都是我們租給他們的，咁佢哋都即係我又唔會話特登去話俾人聽話，啊你嗰度我哋要拆啦咩咩咩，我會繼續租俾佢哋嘅。我哋唔係淨係問緊話，我哋香港市區話唔夠地方起樓，咁我哋就要塞啲嘢嚟鄉郊，而係我哋都要問翻鄉郊嘅地方其實它本身的價值是什麼呢？未來就想在這裡整個鐵絲網，圍住了整個平斜打入去。陳劍青一向關心香港的土地發展，他擔心政府的規劃方向偏重都市化，會破壞城鄉互補的可持續發展佈局。另一方面，政府提出的發展藍圖內容同一向提倡中港共同發展的組織之前所提的邊界發展策略大同小異。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的一個計劃，它建議就在坪輋一帶沿著沙頭角公路以北的地方都會建一個鐵絲網圍著，令到這個特區中的特區裏面內地落地簽證的一些自由行的旅客呢就不可以直接下來香港的。變相呢就是香港人呢都不可以直接去去回自己的地方，而是要過關。現在自由行已經很多了，就是你現在再開發我們僅餘的一些鄉郊環境和地帶發展了，那是不是值得呢？還是還是我們可以走另外一些多元化一點的一些經濟發展模式，例如本土農業，現在我們看到整個即山脈裡面有一半的農地都會是被開發。好勁多，那個座是不是那個即這些農地未來就會變成一些即低中密度的住宅啦。開頭我睇到佢規劃咧，覺得都好莫名其妙嘅，因為佢就話呢度咧會做一個低密度嘅住宅區，會有一個中央公園。低密度住宅區其實而家已經好低密啦，只不過住嘅呢一班係窮人，係唔係有錢人嚇？點解要趕走呢班人嚟到開用幾百億整翻靚嘅地方，整翻方便嘅交通設施，搬一班有錢人嚟咧？李英錦六年前由电信工程师转行做有机耕作，好似我咁嘅样咁啊，就系面对一个游牧式嘅耕作模式，全世界独有噶啦系。四年前佢嘅农场因为地产商收地而俾业主逼迁，由马屎埗搬到嚟坪斜，所以佢好明白村民面临被逼迁嘅感受。香港其實很多農地在這裏，只不過就是荒廢了而已，有很多是地產商已經收購了，但是在這裏等發展，也都有很多地主知道可能說新界將來會發展，他寧願丟空在這裏。
全世界冇一個城市、冇個地方咧，會咁樣嚟到去整個農業噶。你睇翻新加坡啦、台灣啦、南韓啦、日本啦，南韓、日本、台灣都好啦，佢哋有農產品出口噶。香港其實唔係做唔到，係整個政策冇咁嘅條件俾啲農民去做到呢樣嘢出，係揾地難咧。咁就因為而家係漁護處嗰個農地復耕小組嗰個咧，排緊隊揾地嘅人咧，好似都有成200-300個㗎，好多人嘅係。我哋會唔會採用傳統新市鎮發展模式推展新發展區計劃？個意思咧就係根據呢個模式，政府會負責收地和清拆所有規劃作第一公共工程，第二公共房屋，第三私人發展嘅私人土地啊。今年7月，新政府換屆無奈，新界東北發展最後一期諮詢隨即展開。政府特别强调，今次会由以往私人参与发展的模式改为政府做主导。面对这个改变，在新界囤积大量农地的发展商都不敢怠慢。好像在粉岭北的马屎埔村，近几个月来，村口除了挂了村民抗议逼迁的横额之外，地产商也都加入了抗议行列。而另一方面，仲加快行動，逼租户盡快搬走。佢你唔通知我就等中午嘅嘢告我，我最唔順啊嘛！喂，阿姐，你住五度，我究竟行到幾時你好簽咯噃？如果你唔簽咧，我就要發凳嚟噶啦喎！咁咧我咪順咯。即係佢不嬲都話俾佢奸到最後，要聽佢阿全叔咁講，但突然間佢就俾個法庭令佢就要佢走。我哋突然間啊，有百户人收到呢個法庭傳票，要求交翻笪地俾恆基。就呢度啦。本來咧就同佢傾緊補償或者其他問題咧，但佢某日翻嚟咧，間屋居然俾人拆咗。按政府嘅規劃。將來呢一度會發展成一個河畔新市鎮，超過60%土地會用嚟起私人樓宇。馬屎埔一帶嘅農地近呢10多年間已經俾發展商收得七七八八，村民話佢哋可能捱唔到2017年工程動工，就已經冇得留低。咁佢失咗無神啊！政府律師收咗五嘅傳票，你仲要上行添啊！真係麻鬼煩，唔上行啊，當你輸硬喎。咁啊，即係意思有錢佬話事啦，那嗰啲窮人啊，點知啊，冇得傾嗰個就啦。同阿婆婆傾偈啊，或者同有啲村民傾偈咧，其實有時我覺得以往嘅地主對於一啲嘅農民啦、都係帶住一種其實互相感激之情嘅。咁農民一方面當然好感激，即係地主係租一塊地俾佢有一個維生嘅地方。但與同時，個地主揾到個好嘅農民去好好打理塊地，唔好雜草叢生，其實都係一種嘅關係嚟嘅。我愛我家，我十分愛他。靚唔靚啊，婆婆？靚，靚啊！啲老叔抌一聲啊！係。朱耀光係歷史科老師，過去兩個暑假佢都帶學生落村做口述歷史。認識土地同人嘅關係。1990年代嗰陣時，深圳河排渠水災啦，咁然之後婆婆咧種富貴竹，不過我哋畫得唔似啊，婆婆話我哋唔夠葉啊。明明香港有咁多地係要發展一啲係有人住啦，係咁即係綠色環境嘅地方，咁就你要發展，咁呢度啲村民去邊度耕田啊？一方面又話冇地，一方面又容許啲發展商囤地10多年都唔賣出去。你其實一開徵土地嘅閒置税啊，咁已經有好多屋可以釋放翻出嚟嘅啦。咁香港政府又唔去做喎。
你哋恆基開始要收我哋間屋嘅時候，先會有呢啲雜不楞嘅死飛仔出現。重申一點咧，就係我哋完全唔會用非法手段去做。我話俾你聽，嗰啲非法手段。如果你覺得有咩手段嘅話咧，我哋都覺得你應該即係盡快去報警。我哋個幾月前，馬屎埔嘅大地主發展商第一次面對面同村民見面，聽佢哋嘅訴求。立法會議員同社工亦都列席調停。可能政府唔發展呢度，因為大家好多反對。就算佢唔發展，我哋其實自己都會提出我哋發展嘅方案去進行。咁所以政府點做係政府嘅事。我哋都有我哋自己個考慮。作為業主，你要行使你嗰個所謂業權，你中意將你嘅財產物業點樣處理都得。不過喺件事未曾定案，即係連個發展計劃都未曾定案之前，其實而家根本就唔單止停止法律行動，應該停止逼遷，更加停止清拆。咁我都希望能夠答出一個多贏嘅方案。最後，地產商答應暫停採取法律行動，要村民搬遷。現有嘅農户雖然係租客啫，但係以香港整體嘅可持續發展嚟講咧，佢哋有貢獻噶嘛。而事實上，香港可以話係全球都非常之欣賞嘅一種發展模式，就係叫城鄉交並存共融嘅模式啊。我哋嗰個建議四贏方案就係點咧？就係話不遷不拆，係農田繼續保留啦，咁有保育嘅意義啦。但係咁嗰啲地主嘅利益嗰個產權，你點樣可以保障佢咧？咁我哋就建議將佢嗰個發展規模、地積比率咧，可以轉移到其他會發展嘅地方。姚松炎專門研究香港房屋同新市鎮嘅發展，佢認為將鄉郊土地用嚟起新市鎮，並非發展新界嘅唯一方案。事實上咧有例子嘅，譬如我喺中環填海，大家應該仲記得咧，就係中環填海最尾政府咧就係將中環嘅其中一個地段嘅地積比率轉移咗去灣仔。我哋係咪值得用400億同埋會毀滅農業呢個咁樣嘅舉動，去為咗香港釣鹽水釣多一年？如果佢哋一開始就係覺得我係話事人，我係用權力，我有權就要趕你走。咁你就唔會去諗所謂四贏方案啦，你淨係會諗自己點樣做得最方便最快啫嘛。姚松炎批評政府作為最大嘅地主，過去一直都冇交代土地儲備嘅準確數字。直到7月4日，前發展局局長麥齊光回覆立法會質詢嗰陣，先至第一次披露政府有4000公頃土地。最近再以地圖形式公開空置土地的資料，由最初的4000公頃空置官地，然後就講裏面有2100是住宅，2100裏面後來又被局長就即刻話唔係嘅，其實有1200咧係唔用得嘅，咁剩翻900啊，跟住咧又再補充話900其實咧扣除7除8扣之後得翻391.5。最近咧，我亦都再跟進，就係話政府提供關於呢391.5公頃嘅規劃住宅空置官地，我哋發現咧，原來裏面咧錯漏百出，不盡不實嘅。究竟需要犧牲幾多鄉郊土地或者農耕嘅土地去換取長遠嘅住屋規劃咧，係完全冇譜啦。每一次發展咧，都會犧牲某一部分人。咁政府又佢有佢哋嘅規劃嗰個安排咁樣，我哋就喺度砧板上面犧牲嘅，當然係我哋呢班非原居民先啦，因為好收啲啊嘛，原居民嘅地方佢唔會收嘛。個業主咧就帶埋一兩個見證人咁樣啦，就叫我阿媽簽，佢話簽咗之後咧，以後咧就冇事噶啦，40多年都冇簽過，突然之間又叫我阿媽簽。平斜的村民几十年来都是靠口头承诺续租，但是近日就被业主叫他们要签翻租约。
有六七個條款，裡面一個條款咧就話，當政府要發展呢個地方嘅時候，我哋咧就要將呢塊地咧還原本來嘅面目。當我哋係即係組織咗一個聯盟之後，開始接觸呢度啲居民咧，先發覺到原來呢啲情況咧開始陸陸續續咁出現咗咯。我哋都擔心原來可能未來嘅日子裏面咧，可能會發現更多呢個問題咯。新界東北發展計劃最後一輪諮詢，政府收到過萬份意見書，修訂方案最快明年年中至公布，到時受影響要搬走的村民，他們的意見有多少會被採納呢？